过去的一年里面呢，我们中都也是创造了不少的奇迹和辉煌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将会通过这样的一段沙画表演来回顾中都的2015，并且展望中都的2016。来，掌声有请我们的沙画师，请大家把目光投向我们的大屏幕，有请。
再感谢，谢谢，谢谢我们沙花大师给我们带来这场非常精彩的表演，是的，可以说把我们整个中都的这个成长历程，没错，呈现给我们现场的各位中都家人看。是的。